正常的原神玩家三观究竟有多正？他们甚至能为游戏里的一种精神在现实世界捐款百万。3月1日，希望工程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5天9万多人捐赠，希望因你们而闪耀。文中表示，在2月24日到28日之间，5天的时间，有超数万名网友为希望工程捐款了240万人民币。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这项捐款自去年5月发起到事情发生的前2天才募集了200多万，而有些人仅仅用5天时间就募集了200万，让1000万的众筹目标直接完成了50%。从捐款记录中不难发现，6.48、32.8、12.8的金额频繁出现，而捐款者的昵称头像也频繁出现了雅或者迪雅的字眼。三更从某位捐款者的头像中发现，这个角色是原神最近推出的新角色，名字就叫迪西雅，与他们的昵称高度重合。于是三更百度科普了下迪西雅，看了他的 PV， 才发现此次捐款原来是原神玩家心照不宣的发起的捐款行动，最主要的起因则是 PV 中的一段话：您的捐赠将用于帮助所有沙漠地区出生无家可归的孩童，请为这笔款项起个名字吧，叫他希望之壁好了。墙壁的本意不是阻挡，而是保护。从希望之壁这4个字中，不少玩家嗅到了公益的味道，也被迪西亚的行为感动，纷纷找到希望工程的官方地址，为希望工程的助学行动贡献了一份力量。这 6.48、64.8 金额也都是原神玩家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这份工程贡献力量。截止目前，此项工程已募集了几近760万的款项，10天不到，项目进度完成了76%，不算之前本就有的金额，单单原神玩家这几天募集的就占了全部款项的50%。仅靠一条PV 就有如此强大的效果，没有游戏能达到这种高度，也就只有三观正的原神玩家才能有如此强的行动力。不过三更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下大家，去捐款的时候昵称正常一点，像这位用户一看你的昵称就知道全名是雷电将军的狗，你也不想在你30-40岁的时候收到你捐赠的孩子考上大学专门过来拜访道谢，称呼你为某某某的狗这种社死程度拉满的 ID 吧。